艋舺公园要改变，艋舺公园要改变，配套措施要完整，配套措施要完整。中央政府不卸责，中央政府不卸责。无家者服务要专章，无家者服务要专章。艋舺公园大概在万华落成20年，然后在艋舺台北市在这一次为了改变艋舺公园过去对于它是一个既有公园的刻板印象，预计在2025年进行改建。但是艋舺公园并不是一般的公园。因为在这个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圣地龙山寺，它吸引了很多数的信众，信众有还愿布施的善心，也让很多贫穷的人、弱势的人在这个地方聚集生存。因此，艋舺公园成为台北的两个主要舞家的聚集地，平常至少有70位的舞家者皆有在这个地方生存。但是在公园改建期间，势必会使公园无法使用。但是本来就已经贫困甚至身心障碍的人，皆有他们移动能力有限，他们如果无法使用公园，那他们很有可能就会选择邻近的街区夜宿，影响到附近的社区跟居民。那所以我们针对这次艋舺公园的改建，我们进行无家盟，关注无家者组织，我们组成了一个联盟叫无家盟。那我们关注就是在这次的改建里面，无家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冲击，以及社区跟居民的期待是什么。台北市的街友里面有70%的户籍是来自于外县市的户籍，所以我要说的是，街友不是一个负担，街友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份子，但是我们不能让那个协助跟辅导帮忙支持的工作只让万华人来承担，这是一个太庞大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也在无家者联盟长期来的呼吁之下，上周我也召集了中央的卫福部、内政部、劳动部以及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园市政府共同来讨论，也就是说皆有的支持，中央地方要一起来合作，以及跨县市大家要把协作的平台搭建起来。觉得说艋舺公园是长期被无家者给占据的情况，那一般人都没办法使用。那根据我们的调查，其实艋舺公园的日间的使用者其实是以社区的一般民众占多数，占53%。那无家者呢，反而是居次，因为大多数都是出去工作，白天都出去工作。那到晚上呢，就是社区民众会回家休息，那无家者可是夜晚会回到公园去夜宿，所以晚上才会是无家者占90%。那大多数的社区民众都已经能够回家休息这样，所以可以看到白天有社区民众跟无家者共存的一个情况。在艋舺公园施工的期间，到底这些无家者他们会去哪里？那市府给我们答案只是说用分段施工的方式，那在比方说东边施工呢，他们就可以睡西边，西边施工就睡东边。那然而情况真的是这样子吗？那我们实地去问在艋舺公园实际夜宿的无家者大概有70位无家者。那其实这70位夜宿的无家者来说呢，他们在考虑实际可行性之后呢，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不会去另一边的走廊过夜大概这样的人大概有65%，有65%的无家者他不会去分段施工的另一边过夜。那理由就是因为人数太多太挤，或者是容易产生纠纷，或是他可能女性会不安全的这种顾虑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其实艋舺公园施工期间是会迫使大多数无家者选择移出公园。那他们移出公园之后会去哪里呢？那根据调查就是他们移出公园之后的替代方案的首选就是艋舺公园外围的店家的骑楼。所以艋舺公园外围店家的骑楼就是首当其冲。那第二个选择就是万华区的街道跟公共空间，那第三则是台北车站。那所以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公园周边的店家都很，大概有60%以上的店家都很担心说，其实如果无家者被迫迁出公园的时候，那现有的管理机制会失灵，那就很难再维持秩序跟卫生清洁这样子。好，那我们也访问了艋舺公园周遭的店家这样子。那店家最担心的几个问题就是公园周边他可能没有办法适用你原本公园的一个管理的模式，那清洁不容易维持。
那还有他们也担心无家者会白天或者是夜晚在店门口的骑楼逗留这样子，那都是根据多年的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看法。那因为周边的店家其实有长期跟无家者互动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有六成是赞同说要有一个社区纳管的治理模式。因为过去经验已经证明说你要硬性的去排除无家者其实是无效的，都会不断的再回来，那么秩序问题仍然是要面对的，所以他们都是支持在社区设立一个或者多个有效管理无家者秩序的地方，像是一日行住宿啊，或者是行李存放空间，或是一个关系或庇护空间等等。那么我们继续问到说，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另设一个公共化的住宿空间，解决无家者的住宿需求？那这个是得到周边店家70%的以上的赞成，所以是有一面倒的赞成，认为都同意政府应该要有这样的方案。好，那我们的做一个小结，就是说，蒙甲公园的改建，它其实是很有可能打破现行的社区秩序的平衡，那会迫使大量无家者外移到公园的周边，或者是万华区的公共空间跟台北车站。那周边店家是首当其冲，地方上的担忧也已经印证了。那我们认为说，台北市政府有责任去设立多中心跟分散式的社区化的居住空间以及相关的政策补助，来安顿现行蒙甲公园70位的夜宿无家者。那同时也可以减缓邻避效应，因为过往依赖集中式的大型收容所在此案是不具可行性的，你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设，也会容易引发邻避效应，所以说应该是要有多中心跟分散式的一个做法。那再来，中央政府其实卫福部也有责任，因为从2017年以来就有所谓无家者专法的倡议，那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无家者专法，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社会救助法里面要有无家者的专章，那长期来说也要制定无家者专法，按年编列法定预算，才能够治理所谓全国跨县市无家者的一个流浪的情况。那这个是中央政府有责任去提出预算跟公共支持方案。那更进一步就是效仿美国跟日本，就协助即将无家可归者在流浪之前就获得居住支持。那再来，台北市政府也应该重视所谓高龄社区民众的使用需求，那来当作规划公园设施的一个参考。我们的中央必须要跨部会的来协助跟支持皆有的辅导，包含了卫福部、内政部跟劳动部，都要跨部会的来协作。第二个，中央要来协助地方政府跨县市的来支持皆有的辅导工作，那具体而言就包括了要支持地方政府来增加皆有的安置空间，那我们希望中央必须要把预算编出来，用预算具体的来支持。再来呢，第三点是呢，除了卫福部之外，我们也要求劳动部要来修法，修我们的就业服务法第24条，我们的特定服务的对象必须要把无家者纳入，未来在无家者的职业的培训津贴等等，我们政府就有法源以及预算可以一起来支持民间，协助我们一起来让皆有能够有更多脱游的机会。第四点就是法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我自己有提案的版本要来修社会救助法，我们希望在社会救助法的修法版本当中要列入无家者的专章，我们要把法规法律明确的来去订定中央地方的权责，那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政府要跟民间一起来合作，来提供无家者跟皆有更多的支持跟帮忙，让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去做到更加的友善跟多元。谢谢。蒙甲公园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无家者，而且为什么长期来一直聚集在这个地方，它事实上有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原因，它的复杂性其实是高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次针对我们这样的建议的背后，它的背景的研究，然后以及我们的实务经验的归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静伟，在中央政府这边，其实你会发现到，在社会救助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聚集到公园，而且他们这么长期的会滞留在公园，甚至有时候难以离开的。其实以台湾社会救助来说，大概有2.6%的人取得中低收入的资格。但事实上，根据社会救助法联盟、修法联盟的统计，大概有8%-12%的人，他们其实是可能实际生活陷困的状态，属于真实贫穷的人口。
所以有大概有6%-10%左右的人，他们处于应受救助、未受救助的状态。事实上，他都是整个国家或整个社会里面潜在的一个贫困者，啊，他们都是有机会成为无家者的人。所以在一个地方，它其实一直都会一个城市在发展或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一直都会有人跌落街头变成无家者的状态。那以台北市来说，平均这几年平均大概都有600位无家者在台北市政府，那在台北市流浪。但是以社会局的统计，每年大概公园安置50人，然后在台北市那边安置200人。所以以现在也看起来，每年600位，它其实是一个协助后的结果。如果没有人台北市政府持续的安置，事实上台北市的人会不断的增加。但是为什么台北市的人会增加这么快？我以及有很多居在某家公园，是因为在没有福利身份的情况之下，在台湾社会救助里面，是你需要取得福利身份，你才可以取得社会救助，那才取得各种福利资源。但事实上各个地方，因为皆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福利身份，你刚刚经纬提到的，就是就6%，以猫家公园就6%。那时候在台北市的研究里面，在台北车站就不到5%的人有中低收入的状态。所以各个地方因为没有福利身份，所以那里的社工都无法协助，也无法发展出适合的安置或服务资源。所以常常发生各个地方的政府或社工，当遇到有人流浪在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会透过补助车资再送，直接让他们离开到外县市，然后甚至是可能会甚至再送到山上，这样子很严重的情况。所以很多台北为什么这么多70%的人会集中到台北车站，集中到台北车站跟艋舺公园，就是因为各个地方其实缺少服务能量。所以我们会认为中央政府它其实应该负起区域性的协调，跟就是支持各个地方发展皆有服务的能量。那接下来针对地方这个地方，在地方政府里面，在一个改建之前，为什么它应该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因为在过去台北市其实透过长期的服务，很多居民都会提到，其实跟十年前、20年前很不一样，地面脏污、心理堆积跟冲突事件已经减少了很多。所以很多街友状态也比过去，在艋舺公园街友状态也比过去稳定，甚至他们每年都可以协助公园50人跟全台北200多人离开街头。但是在这个改建里面，它破坏了一个现有的平衡，所以它的安置能量应该要扩大。第二个是很多人提到说，那街友有没有被安置医院？他喜好自由，确实在台湾，因为人有基本人权，所以不能违反个人意愿去做强制的安置。但是所以最重要的安置医院其实跟距离有关。一个人台北很多无家者其实不愿意离开，或者是不愿意被安置，跟他无法到很遥远的地方有关。以台北市安置来说，他可能在大同跟中和，以新北市安置来说，他可能会到万里甚至到林口。在这些比较遥远的地方，很多人他是因为这样距离是没有意愿的。以第三个是在积极，在过去很多时候我们会考虑排除或者方式去处理，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以龙山寺只要一直在这个地方，就会有很多的信众在这个地方，所以善行的行为是很难以改变和停下来的。所以积极的治理才是一个根本去解决弱势者跟社区的两难。那我这边也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来说，其实日本他们在2012年的雷曼兄弟事件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金融冲击？那日本其实当时有很多的白领就是直接失业，然后就在公园出没，就是变成很多的无家者。那日本当时的做法，他们其实是透过就是生活保护法，然后再有一个临时性的法叫做路上生活者资源法，就是其实生活保护法就是他们把低收入户的资源先让这些无家者也可以享用，就是他有一个半年的期程，就是我让他有低收入户的这样的生活补助。那目的是什么？目的让他有住的地方，那他们就可以拿这个钱去租屋。那甚至日本的政府他们也跟很多当时因为不景气嘛，就是有很多的旅馆很萧条，那他们也去结合这样的空间，然后办理居住的这个服务。所以在低收补助以及居住的支持这两双管齐下的作用下，其实他们大概每年有40000人可以托幼，其实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那只是台湾这边一直没有把无家者的居住放在很重要的优先要去处理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刚好借着这次改建的机会，就是这个去设置小而分散的据点，我觉得可是一个很值得尝试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其实这样的经验，在国外的经验可以得到一个例子。经纬可以帮我下一页，谢谢。在美国这个高度发展的国家，其实无家者问题是非常严重。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这样的国家，其实地方其实无家人数都是以上万计。所以从2010年开始，奥巴马就政府就提出了一个 Housing First Open Door 的计划。那时候他们提出了大量的就是这样的优先提供居所，
然后也产生了很多实证。就第一个实证是发现，当一个人有居所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效的可以减少他在经济、在他的就业、健康，还有他的生活上以及社区治安上有很大的改善。所以甚至在纽约，甚至有 right to share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在双手有一个位置的这个权利。所以去建立这样子以减害作为基础的过渡性住房计划，其实对于经历长期无家的人有很大的，跟社区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他也提出另外建议说，那在一个地方一个社区去建立收容所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增加犯罪率或增加治安的问题呢？他反而说，因为在这个研究中指出说，反而因为提供了稳定的居住空间跟有效管理，就如银子刚刚所说，而减少人因为需要生存的需求而产生的犯罪，所以它其实有效降低犯罪，反而不会增加犯罪。那这是国外的经验。